海鲸系统实现了三维地震勘探技术，解决了制约我国海洋，特别是深海油气勘探技术与装备的瓶颈，全面提升了我国海上油气勘探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对提升海洋油气装备一体化整体研发能力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海鲸成功完成超深水海洋地震勘探作业，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深水海洋拓揽地震勘探成套装备技术，为我国海上油气勘探提供了有力的装备保障，对推进我国深海能源开发、海洋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的意义。